走走停停，偶尔驻足在这一间风格小店，看一看满目琳琅的时光流影，歇一歇心情。文化与艺术的传承，贯穿着古老与现代的北京城。在皇家楼榭、红墙碧瓦之外，未曾改变的是生活的沿袭。模范书局秉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余韵，结合了
当下时尚设计，我们把模范书局打造成一个私域的栖居之地，也希望它成为更多读者乐于流连阅读的空间。特别是模范书局经常做一些文化艺术展览，并配合知名作家和诗人的签售活动，这样拉动了更多的读者群，也给当下这个文化阅读空间注入了新的活力，也提升了我们书局的文化温度。如果不是亲自来大石栏走一走，一定不会撞见这皇城脚下独有的一方静谧天地。